下午2点就可以来领件哦。下午吗？可是我是趁着午休赶来送件的耶，我等一下还要回去上班。如果你没有时间临柜领件，你也可以使用我们新的服务地震I领件哦。地震I领件。2009年7月17日起，桃园市各地震事务所提供地震I领件服务，只要于送件时申请，即可透过手机简讯密码或桃园市地震一管家 APP 扫描 QR code， 于地震I领件智慧服务柜轻松完成领件。有了地震I领件，下班或假日随时都可以领案件。桃园市的地震事务所提供这项24小时的服务，实在是太方便了。我一定会告诉我所有的亲朋好友，请大家多加利用。